你要射了吗？我要射啊！好弱哦。好，欢迎收看酷炫老师的干话教室，你不要拿那个打我。这是三小。好，暑假到了，有很多有趣的玩具。然后我们的摄影师甜甜，他在一个叫做闲鱼的平台上面买了一个东西，是不是很便宜？不便宜，1000块。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1000块的东西到底有多烂，因为我们以前已经有拍过一个在玩具翻斗城买的蜘蛛发射器了。然后这个东西有点妙，你说是人家自己做的吗？对。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有才华的人做出什么样的东西吧。这次的蛛丝发射器有不明所以的卡榫三个，螺丝起子，一个弹簧绳子跟发射器，伊蒂斯眼镜跟摩托阿格之眼，对。因为我的同事甜甜非常喜欢买一些无为不为的东西，然后像是这个眼镜也是在网络上买的。雨滴，坏的、啊。最贴心的是他要买这个给我，这个算是比较有质感的电路板，直接拍得清清楚楚。但他这个其实也是盗版的，因为他其实没有时间回溯的能力，所以对哪里有真的。然后这个很复杂，我刚跟甜甜学蛮久才学会的。它前面有个吸铁，然后它会吸后面的这个。专业对焦，你终于有用了。对，平常那边平常没有用，像这个铁这样，它就会吸住。对，射墙就好像黏住，因为以前我那个射很像刮胡泡，就只是射在脸上的时候会很开心。小萱萱，今天想我射哪里啊？不要射脸，不要，就是要射脸，就是爱射脸。好，我开始卷了，这要卷很久，让我来。来，我教了，这个很像弹夹的这个，然后把这个卡在上面。错了，要先错了。哦，这个刀鞘先进去，那接下来这个放这边嘛，然后我就这样嘛，对，可以卷。哦，这要有耐心，后面要压好哎。这真的很久哎，平均重新组装一次就要10分钟，怎么会有人想买这个东西来虐待自己？我完全搞不懂哎。那个我是被影片吸引的。啊，你是被影片吸引吗？他只拍到光鲜亮丽的那个。所以我现在要，这个是其中一个弹夹。但是你先让球进去，不好弄，不好塞。哦，进去了哦，进去了。你怎么知道我要讲什么？我知道你要。你怎么知道我要讲什么？必须推啊推啊！它有点像打针的概念，不能推太里面，这个会爆掉。等一下会不会断掉？那后面要抽出来吗？快点推！对对对对，这样，所以这样，我现在。干！所以我这样失败吗？我这样失败吗？我这样是不是失败了？可以救，可以救，塞进去，塞进去可以救。你说这样再卷一下塞进去，也是可以的。对，抓好，不然就功亏一篑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所以这个弹夹好了，摆旁边。你先装手表。哦，手表嘞？手表嘞？哥，你刚才刚你拿的，你低能哦。智障，我已经拍一半了，你东西搞不见，我拍他的。然后刚刚说，因为这个是发射引导它出去，所以我要把磁铁的部分往后放，然后弹夹从后面。对。这样，进去哦，进去，我要进去了，对，我要进去，已经塞了，哦，都已经塞了，我压很紧哎，哦，那它没发亮，好吧，算了，没关系，所以它是要，什么意思？要发亮发亮的吗？这样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？任性，发亮哦，发亮发亮发亮，哎，真的，这样才有科技感，好屌哦，戴上手，那蜘蛛人都用左手还是右手射？都有，两手都可以，两手都有，我都用下面射，对，好 ，I am Spider-Man。什么责任越大？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啊，性能力越强，跑步的朋友越多。为什么是往自己射？超空虚的啦，很空虚哎，怎么会有人要买这个？然后我又要再花10分钟。你装满了。但是我们一定要体会它射出去吸到铁的感觉，因为这个是最有趣的。好，那所以现在又到了最兴奋的时间，我们要重新上弹夹，来，完了上弹夹。3, 2, 1, 哦，科技感，我敢发誓，这一支影片一定超越九妹所有开箱，因为他不会买垃圾。要这么说，我会。三、二、一，射了！哎，真的弹掉哎，应该是冲击力太大了。所以我量一下大概距离，距离大概在奖牌这边，大概在这边。对。Oh my god！ 好，再给我10分钟。A few 10 minutes later， 我会配上时间宝石跟阴蒂石。阴蒂石，给一个最准的角度。来，射完嘴巴打开，我要射了哦！一、二、三，有粘到吗？有 ，Yes， 粘到了！而且它底线直接射出去了，哦，所以一般后面这个是会卡住的。对对对。
来录是第几次了？第三、第四次吧。我这次再没成功，我就我百分之百保证射不到。因为线拉，线拉不了，因为线。就说吧，一张飞镖射，看它会不会粘住。那我从这边准备射飞镖。三二。失败。好，这个东西真的很烂，所以大家没事不要上买烂东西，要记得哦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然后想看我看一下什么有趣的东西，再留言给我。但大家会觉得这影片不像我的风格，所以我还是决定找一个女生，然后射她。Yes。Edis， 赶快把这屁孩击落！我要打掉啊！直接打掉，直接挡掉，把这屁孩击落！拍得到空拍机吗？空拍机被你弄坏，你要赔钱。